大家好，我身心的灰白。哎，这个 1.5 这个版本，我刚刚在群里头问了一下，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版本是加强，就是说难度加强版是最难的一个版本，怪不得就是刚才通了好几次也没通关。那我就要好好的玩了，玩的就是谨慎一点，不能像刚才那么简单了。我说这么难呢，那我就这个对他的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了。我靠，直接是射门，真阴险！我靠，小易一条路走到黑了，拿小易走，对不对？最好来个点球什么的。我也不用这种简单的模式过你了，用这种必杀的模式过。来个犯规，犯规。哎，我要犯规不是说这种直接抢断了，我靠。哎，你看这个人物也硬。真硬啊，真难打。哎，我猜有，哎，猜有那个没猜住，他要传球了。哎，真不好打。拦下来他，好。真不好打呢，拦下来，哎呀，好难打，要射门了，我靠！只要出这个就是，难死了，赶快往前传球。我要离小易近点。这么点体力啊。这个射门，这都顶不住，我靠，这太弱了吧！再往前点，再往前带着球。漏球，漏个九号，哎，就苍蝇。连漏球都漏不了，哎呀，难受。哎，漂亮，犯规了，制造了一个犯规，这就有可能赢了，哈哈，好样的。我怀疑他可能是这个两边的。你，哎呀，我靠，真是的，我就知道这个，为什么我这次没有选择这个中间呢？因为他这个加强嘛，我猜他这个智商可能是在这中间不动，没想到他跟那边跑了，哎，真是，哎呀，哇，天哪，
直接拦住了。这该怎么办？船肯定是船不过去，哎，真难受。哇，你的必杀球这次顶不住，哎，真是不爽啊，这怎么弄？哎，还好还好，不是那种，哎，坏了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哎，真是，这个守门员的数值太高了。坏了，拦住兄弟，拦住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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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货顶不过他肯定。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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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守门员也虚了。他这个球是12，我是13，应该能拦住，拦住！漂亮！又一个射门，我操！兄弟，顶住他，顶住！他还漏球，哎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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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触发一下这个感觉，人家肯定守住了。哎，终于触发这个剧情了，好样的，很不容易啊。刚刚上一把输掉了，连这个剧情都没有触发。哎，怎么弄？给四号。
而且这个球是那啥，直接就给破网了。原版好像也是破网了。这个第三关这个数值人物数值还是很低的，还能破网就非常的不容易。哎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非常不容易啊！哎，我这里先那啥吧，先把它暂时从一下吧，快速从档，从档，要不然我觉得再重新打就比较麻烦，不一定能赢啊！你以为这样就能下半场就能稳赢吗？那不一定。这东西很不稳的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打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先进了一颗球，下半场输的可惨了。哎，你看不是超杀坏了，你看非常的不好。这苍蝇真讨厌，飞来飞去的。好样的，击飞他。哇靠，又锁住了。漂亮漂亮，你看这都能拦住，哎呀，这是我无语。刚才那个点球要是能进的话，就是2-0了。我也开始耍赖了，往回带球了，这是很有必要的。我以前我是不想用这种卑鄙手段的，往回带球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这个是很有必要。哎，怎么？传给八号，给小易回回体力，然后无限射那个三级那个。他应该是拦不住的，有三级的那个就直接无限射那个三级，你看又不是三级，坏了。我这个日文版的我看不出来他到底是这个低空球还是高空球，这个就比较麻烦。要输了，要那啥，要失一球了，我感觉追都追不住，跑得真快。哎，你看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六，他怎么射出来个六？传给谁呀？坏了坏了，哎呀，这有个人呢，哎，真是的，
怎么在禁区里接这个球呢？哎，没得传啊，真的很尴尬。哎，怎么有人？浪费时间，浪费点时间。他应该还不是对手，这个七号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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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，怎么直接就送到禁区了？哎，终于有个大的超杀了！赶快赶快来一个进！进进兄弟进呀！我天哪，他拦住了。你看那个只能进一下，好像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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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是个低空球。这个守门员真厉害呢！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刚开始刚才我贪心了，我应该不传球。你肯定是，你看，小鱼全靠你了，把这个球接住就赢了。哎，完了！哎，漂亮！赢了赢了赢了！哎呀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不容易，看看这个动画，这个动画很精彩，过场动画。只能是过场动画的那个剧情进了一颗，我靠，别的状态下根本就进不了球。库因布拉，这个人是巴西队最后一关非常强的一个人啊，超音速射门。这很精彩啊，这段对话很牛，这个音乐。非常棒啊！他们两个对话就是意思就是超级射门，就是讨论这个话题。终于是第三关通了。好了，这视频先录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。